来看到是必比登名单，就在昨天公布了，台北、台中呢都有不少的老字号店家来入榜，包括是在台北夜市的老字号陈董耀炖排骨，这已经是第三年入榜了。另外阿国切仔面是以自制油葱素来调味，虏获了评审味蕾。至于藏在巷弄里面的麦面盐仔，除了是切仔面汤头很鲜甜之外，招牌的红烧肉、猪内脏更是通通只要铜板价。拿着面勺不断甩动，老板一口气做了好几碗面。因为一大早8点麦面盐仔小吃店就人潮满满，这次蝉联必比登推介，更让许多饕客前来朝圣。汤头清甜啊，喜欢吃鲨鱼腌啊，他自己腌的，好几十年了，汤头很好吃，很香啊。就是吃不厌就对了。招牌切仔面汤头鲜甜，全是因为业者凌晨就起来用猪骨熬，淋上半生熟的腰趾脾脏，通通只要铜板价。也别忘了外酥内软的红烧肉，配上香菜沾酱，一口咬下，肉汁瞬间在嘴中化开。我们做第三代，那大概是80几年，快应该是有快要90年了。客人喜欢我们的东西比较重要。油面穿烫一下，加入猪骨清汤，自制油葱酥，香喷喷上桌。另外阿国切仔面也再度榜上有名，每天现包的馄饨汤和古早味油葱饭也是招牌，纵使从民生西路搬到锦西街，好口味一样不变，以延续30年的老味道虏获评审。中药汤头散发清香，另外这家老字号陈董药炖排骨更入榜第三年，虽然摊位搬家，依然有饕客追随。巷弄接地气的市井小吃强势霸占必比登榜单，证明花少少钱也能吃到顶级美味。记者吴振宇、刘轩 SNG 小组采访报道。